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女子图鉴剧组齐薇刘畅。遇到了12个男人的故事，12个，做梦呢你？这个是阔嘴期，就是我们平时看牙的时候，防止你咬到自己。戴上以后，不管你有多好看，都把你变成一个妖怪。这喷口水。好丑啊！瞧，好细好直哦！妈呀，拼男的！住酒店的时候，把酒店那些润肤都全部磨腿了，绝对是不同的酒店，洲际腿，香格里拉腿。给我们一段走秀的音乐，我们试试铁桶走秀。哇，这什么？真的有网友对七哥的一些辱骂那种吗？拜托，不要再整了，我告诉你。节目完了之后马上去把胸搞大。职场的潜规则，我怀疑他有恋童癖。谁呀？你们来真的？你是录了多少假节目啊？都是真的。后半夜人打电话说我白天放了一包烟，你帮我拿上来。我的妈呀，那没办法了，谁让你要干这行的，各行有各行的辛酸嘛。出去。你侮辱谁呢？这世界很酷。